子弹哥哥，这京城可真热闹，除了宁守战场，怀恩还没见过这么多的人呢。什么声音？子弹哥哥，是他们？是你吗？刚刚在街市，今日承蒙二位相救，还没请教二位。我们暂游京城，刚好路过这里，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，告辞。兄台，若日后有缘再见，给我个机会报答。不必了。就是争权夺位的焦点，但我最不愿意看到的，就是你被牵连在其中。你流了这么多血，疼不疼？好疼，真的好疼。你没事了。长公主，今日这根签，竟连广慈师太也解不了了。当年阿武出生，天降异下，王氏女儿命格与天下无二，阿武更甚，我只怕过犹不及呀。长公主多虑了，小郡主自幼受宠，却从不骄纵，无论如何他都定会是好命的。我倒希望他只是普通人家女儿。你自幼随我于深宫长大，自知皇城冷暖，高处不胜寒。当皇后与别的女子乃惊世荣耀，但对于阿武来讲，或许是一生枷锁。原想带你好好玩，没想到出了这么多事。时候不早了，早点回去歇息吧。这是我亲手为你打磨的簪子，及笄那日本应亲手给你插上，可惜没有机会。好看吗？嗯，很美。那你回去要赶快看太医，流了那么多血。知道了，不早了，回去吧。姑姑，姑姑，你怎么来了？姑姑今日宣召阿武，
你母亲派人回信儿说你生病了，我自是放心不下，所以微服出宫来相府探望，没想到等了整整一晚上。姑姑，阿武都好了。这么晚了，连婢女和侍卫都不带，你去哪儿了？你可别告诉爹爹和母亲。难不成你又出去惹事了？没有，今日不是上元灯节，阿武偷偷跑了去，你可不知道有多热闹，比宫宴好玩多了，有捏泥人的，有玩偶戏，还有猜灯谜。亏你想得出，堂堂郡主成何体统，就是寻常女儿家也不敢这样啊。阿武啊阿武，要再不严加管教你，你真要惹祸了。禀主母，皇后来了，此刻正在郡主房中，让我等谁都不要进去。皇后，她怎么来了？家主何在？家主还未回来。姑姑此来还有一件大事，你去跟皇帝说，你与太子哥哥两小无猜，情投意合，自愿嫁与他。余下的，我和你爹爹会安排妥当，许我阿武一场盛世婚姻，可好？怎么，你要忤逆姑姑？你和我虽说是姑侄，可你从小在宫里长大，我把你当成嫡亲女儿一样，百般疼爱，难不成你不想给姑姑做儿媳？姑姑，你对阿武的宠爱，阿武自是知道的。还有太子哥哥，对我也是极好的。可在我心中，太子哥哥就是哥哥，并无儿女之情。阿武，你这次闯下了大祸，我是在帮你。实话说吧，不论你欢不欢喜、情不情愿，你都只能嫁给太子。我们王氏女儿，从生下那日起就是未来的国母。你与我，还有你的外祖母、太祖母都一样，都是命中注定，只能站在君王之侧。可阿武只想和相爱之人在一起。相爱之人，这是紫檀哥哥今晚送我的定情之物，此生我与紫檀哥哥再不分离。荒唐！阿武。